父子一生致力于传道授业，到了晚年弟子众多，对他也是一种慰藉吧。有慰藉，也有悲痛。父子失去了他最爱的两位弟子，子渊兄和子路兄。 夫子说，他经常在梦中见到颜回和仲由。夫子，颜回，仲由。 你们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快坐，我给你们留着位置呢。颜回呀，仲由，回呀。 从小就拜我为师，像我的儿子一样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感谢夫子，博我以闻。颜回，无法跟随您了。回呀，您那么贤德，那么好学，我还指望着你传承我的学问呢。夫子，仲由。 也要向您告别了，仲由。你是我弟子当中最勇敢、最正直的人，你一直是我的依靠啊！是夫子教我从莽夫变成君子，感谢夫子约我以礼。 父子，我曾经说过，只要夫子还在，颜回不敢先走，可我做不到。回。 夫子，您曾说过，不能实现理想，就会乘木筏飘到海上去，会带着仲由一起去。夫子，仲由陪不了您了。 仲由，颜回，你们俩答应过我的，不能离我先走，你们答应过我的呀。夫子，保重。
颜回，仲有。回呀，仲有。夫子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谢夫子。颜回。